谢。公筷啊，做公筷，做公筷。那我们今天结账。没没味道，我一口。挺妙的，就是啊，这一次一定会开口。刚是公筷，不用担心。好，要筷子。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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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边看这边来啊！你要讲筷子不来哟。哦，他有留给我，你看。他不会讲那表，他留给我。好好好。他不会讲。是哦，好，我给我分点。这是公筷，不要紧张。县的大乡长林聪贤 林县长，现在让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县长上台，为我们今天的新人做主证。我的新郎新娘，我们双方的主婚人，在场各位亲朋好友，各位贵宾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快乐幸福的周末，一起来分享我们陈慧玲老师这个公职哈，建军，这个军是平均的军哈，不是军人的军。不过他现在因为在部队里面不能力服义务役。签志愿书单，这也感谢这个国军啊吼，还有这个机会，所以才能够认识今天美丽的新娘，来自中立，我们欧阳家的这个掌上明珠哈，我们欧阳云啊，这个小姐，欧阳云，欧阳云，欧阳，哦，对不起哦，那个是复姓欧阳哦，我给点记了哦，今天是咱除了共同来分享祝福，基本上，我想，在场有很多我们陈家的亲戚，阿哥这里北城国小的，我们这个老校长哈，徐校长，跟咱在教育伙伴小军做，今天算我们陈慧玲老师哈，这样的辛苦这几年哈，今天上完一天，咱先给陈慧玲拍拍啊，恭喜一下好不好？今天我跟伊都有两重的关系，一个是我高中同学，这算同学，哦，这比我较厉害吼，后生已经娶媳妇啊吼，还较早做嘛吼。啊，另外是因为他在教育工作也算是我的同事，起码他在特教服务借调在我们这个资源中心，然后为了这些特别需求的我们子弟啊来做服务。啊，咱对桂林老师的熟悉，我记得我头一次介绍是去参加一个活动，伊担任我们宜兰县我们这个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，专心地协助真侪家长特殊需求家长一般我们就称为新儿啊，哎，真侪活动，我看伊安尼中上中路了吼，就是四处在奔波。啊，他妈妈比我较平，伊那是有化妆，所以看起来，今天看起来，因为欢喜的关系，较笑脸吼。所以，我们陈老师，这个新罗吼，
所以我们建军原来在这个国中高中的时代，来看这些汉朝将领够，以及三项哦三项运动的体育健将，哦三项铁人了、啊、哈，三项铁人，起码国军部队吼啊在做这个体能训练啊，过去吼有真侪项目，不过我看这几年我们宜兰县办铁人三项，第五年开始，我不晓得建军有没有参加那个。我们所有的国军部队啊，都要求干部来参加，啊，那这把宜兰国还被打造成为铁人三项最重要的啊这个运动场地。我们在场那个赖校长在这边哈、啊，我们今年东山河就举办亚洲铁人三项，啊，那将来很希望你结婚以后啊，不看看黑脸没塞拜，黑脸拜在机关的魔鬼了哦，这个。我想新娘子，在南洋师刚好在都在新训里，吼、哦，阿婆都讲内面也这里做啊，这里装个曙光吼。那我都有讲过，你这段姻缘啊，确实是啊，因为参与部队的服务啊，才实在，这印证了过去啊，俗语所讲的千里姻缘啊，一线牵。我们今天美丽的新娘，是我们来自中立哦。我们亲家欧阳锦哦，陈元茂哦，潘美芝女士哦，拢是伫这个前家做咱的播传这个事业，啊陈元茂伫演出公司做宾馆的吼，记得资料是这样写。那我们今天最美丽的新娘哦，演于是陆官哦专科士官学校哦，所以伊是常备士官。所以未来啊，建军你电影哪部枪？好拜关键比你破开始。亚德斯公，将来如果像过去我们经常看到军教片，有没有？哎，五爷做文官，做史官，史官兵嘛。爸爸吼，邓爷吼，常常袂记你是邓爷厝的，拢会画口令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将来啊，这个建军跟啊友谊的这个家庭生活，希望吼、哦，当然。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互相扶持哈，阿火兄可以跳。将来我也希望建军啊，啊跳不起，所以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是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啊，我来多说嘛，建军个铁人三项的好手，所以我咧加叫我英文啊，你何必问？想要听到过几个韩国叫生产报国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既然他们现在都是军职了哈，应该会服从命令。我就给大家签到慧玲老师哈，有没有给我们新郎新娘有那个额度？哦，最少要三位。最少要三个哦。好，那命令下达了哈，这是妈妈的命令了哦。我讲还是台湾话你讲嘛哦。三位，卖做啥干生那个辛苦。咱祝福因一体生双生，啊，拢总生两体，啊，大家讲好不好？好、哦。因为陈老师在教育界服务，现在我们北城国小赖校长跟我们教育伙伴在这边，现在少子化，对不对？不要减班，哦，不要减师，最重要是要有小朋友可以教，所以啊，为了生三傻哎哦，所以我们将来，我们教育处要通力我们各级学校。教育工作伙伴，也够有能力的人哦，要增产报国了哦。啊，咱家来祝福伊，这个幸福美满，荣誉爱国。我感谢来自中立的陈家琴哦，今仔日阿妈外公拢到位，咱特别来甲陈家琴感谢，阿妈甲伊欢迎。现在中立高速公路来到宜兰哈、哦，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了哦。非常的近。那现在那个亲家我看出来说你在即将要退休了齁、哦。经常要盼望这个女儿齁、哦、老机会了齁、哦。我们依然是好生好死啊大姨齁欢迎移民来依然齁、哦、因为碰回来行车了齁、哦。那我们在这边祝福两个家族的联姻，让他们两个家族都能够五世齐昌。徛伫台底，过边来讲一个风俗的话啦吼。俗语你讲，阿母感情甜蜜甜，
两人牵手出头天。今仔日啊，咱欧阳良辅吼，吉良言吼，啊，文殊师父给我们，也祝福各位亲朋好友，各位我们教育的工作伙伴，分享这个喜讯，大家幸福美满啊！这个在这个暑假啊，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祝福各位暑假快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是不是都收到新娘新娘的喜气的礼物了呢？请大家说一点祝福的话，祝福我们的新郎新娘哦。送你一朵花。耶，终于找到了，好难看。